果然就没有人能笑着走出相亲角。你们北京有户口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户口京沪有吗？没有。那北京有住房吗？京房有吗？没有。你什么学历？我是大学本科。你呢？大学本科。进我的群吧。进我的群。我们圈是国外的，一圈、二圈、三圈、四圈，你进不了二圈，二圈全是硕士博士，你进不了二圈，二圈全是硕士博士。年入五十万也是会被嫌弃的。赚多少啊？四五十万吧。这个收入在我们上海，你是哪年的？女儿现在挣多少？她一个月7000，那是她是护士。原来这就叫三无产品。物资上来了吗？房子呢没？也没有。那三无产品呢？你女儿在上海有房吗？我妈妈就一套房呀，我和她爸爸要住的。那你女儿也没房吗？那为什么要求我一定要有房啊？我们就是没有房，所以要求男孩子要有的呀。那您觉得，比如我付个首付，然后我们两个一起还贷款，可以吗？这样好像也不行，我女儿这样压力太大。您这我压力也很大呀，家里有五六套房也看不上。还有房子吗？没有，但是我老家有五六套。老家小地方五六套房子，上海一个个的都没。老家北京的。阿姨变脸的速度比翻书还快。这个为什么？北方不行，北京可以。宁泽涛都被傅园慧看腻了。如果他成为你未来的儿媳妇，你满意吗？我儿子1.8米，他1.78米，如果三口要命了。我儿子肯定喜欢。匡衡之力呀。好像有男朋友了吧，男朋友叫宁哲涛吧。王思聪，我居然输给五套房、这么漂亮可不得嫁个有钱人吗？漂亮就得嫁有钱人啊。对啊，你看王思聪什么可有钱啊，我看看他面相，他很有钱的，面不缺钱。我们北京有五套房。阿姨你看看我行吗？那您看我行吗？呵呵，阿姨说实话。对啊，看看别家闺女。有弟弟的就不要去了。你家里是独生女啊？没有没有，弟弟大学上大学而已。家里有弟弟的。那谢谢哈。我不是上海的，但你必须得是。不是上海本地的啊？那你对这个就没有要求，得有上海。你是哪里的？我们是本地的。那就是也难了。这哪里是相亲，明明是谈生意。我后面那张就是。那你不如他这个。我去的就是这个收入，就这个收入啊！我是上市公司。你是股东吗 ？First blood。你呢？对。你大十岁，你要不要？如果大十岁是有点太大了吧。我还是去地方找个十岁小的。像你们是上海本地的。哎，你们哪里？安徽的。你过得可好，我儿子很高的。你儿子希望找个小十岁，然后还。162到1.7米。为什么孩子你不早说？上海人啊，他房子车子全部有。但我们不是上海人，我们没关系。苏州的，他长得这么漂亮，你这肯定，我给你看。我们也没有房子和车子啊。女孩子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人好。他长得漂亮，所以我跟他说了。家里什么都有，房子车子都有。我家里有4套房子。我儿子他要长相好。啊，但是不想要生孩子啊！哦，不要生孩子，生孩子不行。一下子就找了个上门女婿。我往这里来，我这里有房子，我这里给你，那你到我家。What the fuck？40岁一个月6000，真的值得骄傲吗？我今年32了，怎么还有机会啊？硕士毕业，然后现在是公司白领，一个月8000块钱吧。那女儿哪能一样啊？人家儿子38岁了，事业单位，每月6000块钱，那稳定哎。我这样的条件连相亲角都进不去。我们家是小女孩子，多赚多少钱？对了，身高是硬性的。硬性？就比如说我就161。巴黎啊？安徽。难度蛮高的，上海能够排位，不到安徽。是吗？我不答应了。安徽户口没得，户口没有，房子没得，没有，上不上？赴首尔去一趟相亲角，三观都被震掉了。我女儿，我一定要喜欢找静安的，她喜欢那个杨浦的，啊，杨浦绝对不是低层的，那个静安属于高档的。吃两块，肯定谁出去？哦，全是女孩吧？你说工作再好，再优秀，那个咋样了？